好，二加一。哇，那个够够够，你再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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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够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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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十九，四个全去。三个，啊，留一种给我。我们自己的训练呢，从我们开始的数字就是一人三十五六七八九，然后再就是扣一扣二扣三扣四扣五扣六扣七扣八扣九，这样子慢慢一直念一直念。因为我不会弹舌，所以我只能靠喊高音，然后这样子拉很长的音，然后看有没有人在出手的动作。很多人在抢手这个时候，那价格拿捏准的时候，我们就要取得在中间。要保持这种平衡他们的竞争的状况呢。那怎样来？背靠，我靠，来靠，几靠背靠，靠，哎，来，我是国债市场的拍卖员，我在与承销人喊价的过程中，取得产销双方最大的平衡点。就像游文会积极的为部落发声，让族群文化在多元的社会竞争下保有良性的发展。这个手支持一下。加入游文会之友，用行动创造更多感动。Bubu, dah amal lah ina, tianti jupalang lah jali kesah sepo, cuno gemar bajan, mesela selang apa cun tajah simbong, tuca zikang. Tuca sangat-sangat-san, japa cun nan nama simak zai hitu, lai cua cia seng-sean. Ije cun ina tetap lana siyehui, ima zai lai gigu tua, baca lai cua kemalup, baca tuca cia vili, izong ija sepaca cia vili nama lingjil. Ini amin na ipu seng-seng-sean, tui cu, nama simak zai tui cua limbu kiu kua seng-sean. Nama ya tui cua, demi zali zav tui cu, i cimel-cimel, tui cua palak, tui cua mal ala vanwa ya tu tu ore isamuda dia maju ama va vitsi atoi za shi husa ule jina ma aya za ila leng toi za ja zim zim ima za e kinalan ae jo ta imni pu valo ba ba san nian so hu wen hua so hu wen hua ni zui na tu tu lan toi za ba cha rak ma lo bi ma za ile gi gu ta 1月15号该季的马就都是布鲁萨杜扎扎维尔，哎，都杜祖啊协会那也没办法给因来做林布吉古，都一部瓦鲁瓦隆都巴扎拉马鲁比马在阿扎里县，萨杜扎马比达拉扎维尔，没办法打这尼巴布朗赞对做，阿勒米扎里扎对做马阿伊兹马兹马拉亚，阿对做马阿萨兹马拉拉瓦亚对做啊巴拉尔，目前杜扎扎维尔对做啊瓦关内萨穆雷尼尼马就都巴扎拉巴巴维兹，尤其现在正在修法，准备要修法，我们希望透过我们的传统智慧加上我们的科技的科学的数据来加以搭配，来对外面的主流社会说，我们的传统狩猎是没有问题的，我们是有自主管理能力的。今年还有所谓的行政契约跟林务局行政契约的一个订定所以我们会到各部落来做这个部落会议，来取得我们部落民众的一个支持。在106年来做伊来吉古，伊在做屏东科技大学那布萨勒吉赛在比点嘛就多不叫来做个马路，在多做什么了帮阿多罗沙扎维来做伊那多多兰是多乌浪阿呀嘛不是啊，我哩点嘛叫阿伊布瓦隆阿伊苏嘛就阿嘛子哩。今年的话，清一色。包含纪念品或包含我们的颁奖，其实全部都是部落的青年。我们这边学术单位的角色会慢慢的淡出，但是我们还是会继续陪伴。可是就协会能够独立的自主的运作。在那个屋里做协会都在扎维，那么三八张来呀，哎段路，马不能进来做，你要比那瓦维吉安，我认为阿姆纳斯妈妈在伊卡古吉那兰那一座马拉对做，是你杀戮那这些达拉那么三代，乌拉玛阿亚马巴苏索这尼布瓦隆多，对米加伊拉兰对做啊加拉拉克迪安，啊对做啊加卡卡鲁巴那亚，第一波浪的不接接轮。
sa ulajena isamula masantal to apajale to temulu no ya lezi maze i dai tukin shihu i zai zua si buwaru balong ne maja san ja i jiao yi fang cheng shi no ya da xia zhe luo za vi ma sa ma lang ai zua i jiao la ai zu a sim a za ve as ma ga kwa ya bi ma za dui za vi la a dui zua na na ga zu tua zua把准点嘛就到物质，满侬满昂啊来做啊，什么子什么个股来做加分子。伊做闽南里嘛哩，伊嘛在温度久，伊做什么那什么呀加分子。为了加料话，伊尼不巴龙来做加个格样那呀啥，嘛就嘛来做，伊那是另外样嘛就，啥进来要打什么个股，都做伊嘛在伊做加个股都做，伊做伊做闽南里嘛哩呀，伊突然来做加分子都做啥，为了这些个不巴龙哎呀。课业上面比较困难的，然后就是认知力比较难的，可能对他来说上学是一个很大的压力。那如果说现在社团这么多元的话，其实孩子很喜欢去学校，是因为他在社团当中能够发掘到他自己的一种优势，一种成就感更多。多元化的学习，你要看他的兴趣是在哪里。比如说球类的话，你有多种球类的话，当然是很好。读书跟那个运动，这些都。很多都可以轮替的那个嘛做，这样可能会比较好。为了将来啊，加分子啊什么个股，哎呀也来做，跟社会嘛在一带多，都做一种发光的是不发亮呀，嘛就多。我哩十六年那边嘛在个股上，加嘛另外个来做就是多乱那呀，边嘛在到110学年度多少转，嘛不人啊一交了啊八十三啊是嘛在个股加分子啊呀啥，加嘛另外个你不生三的呀嘛就。我想孩子有老师同侪，还有他有兴趣的学习的科目或是学习的社团领域的话，那他这样子的话他就更有动力会进到学校里面来，然后也希望能够在学校里面就是也有很好的一个表现的机会。在110学年度，伊嘛在带读经，嘛不人爱做啊，伊尼熬夜是嘛个过。在七八月份闹大，那是另外个文字啊，马上得了呀。文是啊，马拉对做，啊是尼把阿鲁瓦来做，教育部都做。第几波浪不接接论？在都做了嘛，本来阿爸就是阿大个人呐呀，来做伊嘛在对着不给啥做，你嘛在伊很多都做，阿嘛家里嘛来做分局，伊在做刑事实验室喏呀，在查维，那嘛零几人阿啥，我哩唔是那些人来做嘛家里嘛来做，阿伊那都得人，阿伊做阿爸不哩阿对做，毕竟人家嘛就是本里都不管那独立站。哎，咱们家里嘛分局嘛在以黑土都做，哎做啊刑事实验室都做，屋里不打几人啊，哎到一种哎做啊，不管那么阿多里站，那么也对做啊是该干多家木家呀，那么也对做啊是该干对做不济那家路脚个那呀，屋里家家了房啊是不发弄那几啥做，弄丢进去，然后。插进去，这样就好。120分钟，一般医院在做 DNA， 可能需要一道很多的一道手续才能够取得这样的资料。那这个对于办案其实有很大的一个不方便性。那我们刚刚看的那个仪器，马上出去以后，可能一个小时之内或两个小时就可以取得了相关的一个资料。一段那个为了做检视后，都专门变得了查，为哪个侬阿来做了等个等案对做了查查，某些爸妈在做法官那个给改呀呀，人民就来对做一部法龙个能力嘛就，我哩是阿家了哇，一部法龙那么阿其他做啥，伊两阿么说几讲，啥家嘛另外改咪不生生个难。国民法官法在明年的1月1号要施行，那将来办案一定要讲求证据，而且证据要到法院去公访，所以。刑事实验的这个器材一定要能够最先进，然后用证据的部分啊，采证能够最科学，才能够说服我们的国民，说服的法官。哎，对对，这边你们在东港分局中来做啊，上上啊，上哪里？你进了刑事实验室，你们在那玩？我们现在都最嘛在丽港、以内埔、以潮州、以芳寮、以恒春，嘛在立马不给啥转，让一找邻近的老大来做刑事实验室啊呀！目前为例，嘛里一年嘛不做转，叫了就嘛按什么诺给改一点嘛就。第一，就不能把这结论。在这么一带，都一道相对着伊格拉邦啊，吉纳兰，加里格里格里来做吉纳兰了哇。其实古马干对住啊，加拉那什么无意的，伊么在进水因古道啊呀啥，走路哇嘛咋阿兹马里瓦里瓦。然后啦，加鲁那那加吉纳兰，哎呀也来做是格拉邦多做，伊在做是那伊旺阿旺尼嘛，就是乌拉忙接着加格拉什么吉纳兰啥，哎呀就是一百耍马上得了呀。好，欢迎。
爸妈在大格拉班啊，文尼拉的大那乌呀乌呀，都这么在伊加入班读书，是蛮一望啊望啊望对住啊，妈妈在伊跟那人，哎在协会伊么在伊加入班，伊对住啊把伊把瓦拉对住啊，姆萨对住啊家啊安尼那呀，妈妈是阿什么日对住啊嘛阿卡罗瓦卡西罗啊对住家伊尼跟侬们，萨把到底尼么住啊姆萨比么在对住啊卡瓦呀萨什么那段啊安尼。我是第一次做这种蒸蛋糕的体验，觉得还蛮特别的。没想到竹子竟然还可以做成，就是里面可以装蛋糕煮成这样吃。我们加入版自己产的，我们的梦中竹。一般梦中，一般的竹子呢，它没有梦中竹的竹香这么香。所以那时候我们开始研发的时候呢，我们就研发的到最后，我们是使用梦中竹，因为它的香气是独特的。啥那个物类做啊协会？多多最嘛在加入班，麻烦那是啥？古马干来做啊，加了那净水营古道啊呀。我们是啊，九路户啊做啊，妈妈怎么着？为阿什么怎么怎么了？然后乌拉加路呢，老大妈妈在跟他练。啥一年阿米那怎么里瓦里瓦打呀？都做一什么木了？点嘛就啊，一部瓦龙在做啊什么那拉子？妈妈在跟他练。以我们在地的农作物，还有就是我们在地的一个素材，来去设计这个游程，希望也能够借这个游程，能够让我们部落的一个观光能够带出去了，然后能够让外面的能够进来这样子。啥伊拉拉瓦拉瓦多玛萨，阿最能来做啊，加格拉格拉玛玛在伊吉纳兰，贝阿勒米扎贝阿巴尊对做啊，加伊纳布丹纳尼玛在伊吉纳兰那呀。啥乌拉加姆朗阿提玛朱多加西南阿乌丹，啥努伊庄伊做加西伊拜水索玛玛在伊吉纳兰，乌里加九鲁沃加玛卡祖祖翁阿兹米拉斯玛玛在伊吉纳兰，杜布萨拉加玛玛在伊吉纳兰，阿伊拜水提玛朱。第一就不让我把姐姐论。sa ula masitoa arian na itzakwan to nanman mananga ayaya jina ipuwa rong tuzo ima zai tai tukin si huao ta narmi jil doi zwa tai tong er tong he chang tuan tuzo a doi zwa er tong qin shao nian xuan yue tuan tuzo ba unga gu ga gu da 1月14号doa zwa ima zai tai tu doi zwa iwan zong xin na papa li zav diama ju doi zwa ini samula zo ziang lao da za vil Barusan saya nak senai bubur liburan, tapi cua jadi nak terdem lan. Lepas cua lingam noa jaga kerana noa ya, saya jadi coba tu dong dong sa si pajian ni maju to kili kil. Patun permadenga acurufu tapi cua acisinan audan asa calisian. Itu nama si tua macam lima gakku lezu ah, tadi tu si anak anak orang tuan tu tu malu siapa proses malam lezu ah, tak cawil lah, isam lama lezu kau dia maju ini amin, itu nama si gay kuku, itu cerita ah si senanya maju baru si tua cayaan si papa lah dengar jenuh jenah sangat sangat san, curu wah nasi mali. 我今天橘子很丰盛啊，胡桃钱啊，然后塞克夫斯基一些橘子，对我觉得蛮好的。想要推动我们台东的艺术教育能够向下扎根。那也借由这样子的两个乐团的成立，希望我们的孩子在艺术教育这个部分呢有一个发挥的舞台。是不哩忙啊！查维勒都注意嘛，在带多跟西湖都做多等得维巴翁格哥，因为阿明来做啊，马萨斯纳斯奈，在做大翁格哥呀啥，听得得维拉马西多那庄啊来做啊，马阿加文吉啊，罗斯纳斯奈呀呀，啥得得里点嘛就马萨奈多台东县儿童合唱团那呀，啊对做啊马阿加马卡祖祖翁都做把翁格哥格哥，马西啊在做伊那是真难的，点嘛就伊那得得兰，乌拉马阿呀点嘛就伊只管对做，难慢慢难啊多把家来做。心内对着五个国呀，心情比较开朗一点，对啊，不会一直就只有在读书啊、上课啊，参加社团的时候就会可能就学习到不一样的，所以他会比较开心一点这样。像合唱团的部分，我们其实蛮期待的，把流行音乐或者是原住民的古调方面做结合，让他们唱自己家乡的歌曲。sa ulam masih kerjanya na jaga kerja na izakuan tu itu apa cara senaya ya sa isam lamu lau takin si khusus tu ipa im tu itu apa cara senan audan us azalisha naya ulam masih jauh tu itu aja senan senai ulam madengah curu busa maju ma auta le itu aja senaya perlu kita cayan ayah ini puvalong di jepang apa aja jalan
在都这么在意走路，阿拉就都走。麻烦你们在意来给我，在那走路完多走走啊，加给那人。那我走路完大加了么了么了，啥子么加多哩走啊呀？伊说 no way， 阿什么 building 点么就阿什么么在对走嘛啦啊，右边都走到伊说 no 什么加？啥都走伊说 no 什么路子点么就对走伊么在意啊？七家伊就不止阿的那给那人那外做么了多白数，麻烦是啊，做主位样了不在，这些大个人那伊来了吧？都走来做右边都走伊么在对。在那人拿人民币啷个对做 ATM 已经多阿拉办多白数，请拉彩带。就这样了吧，在那里了吧，来做啊，是就罗阿拉就多一在做 ATM 呀，啥都做给那做不完啊。马个店这些大个人呢，一年两三家为爱做，不准对做金融金啊呀，那么对做什么么在乌拉拉奥达，我们是阿马连都马布藏啊了这些大个人。之前都去那里提钱的，一七家。多久时间？多久？从这边到七家差不多，十分钟吧。有吗？有十分钟。对长辈来说就方便很多。对长辈很方便。我觉得蛮实用的，因为平常都是要跑到七家去提前，就隔壁村。啊，现在南河有社的话就比较方便，搞不好有那种。就是老人家比较行动不便的话，也可以就是直接来南河提前。一种是九六二啦，九八加六南啊，到五座六十八加一带，十八罗沙嘛六十八加加些啊，大概两三九六五加了嘛六嘛两澳大啊，八八张了点嘛做啊俩咋咋，我们下都做一种一种那么多做一做加阿拉半多白数暖呀，我们下啥子啊六六八几年嘛就。我们南河村是一个人口很多的大村，但是。我们的老人家要领那个老人年金很不方便，我把这个困难跟我们的总局跟我们的屏东邮局讲，为了要落实普惠金融的一个政策，我们也很积极的在部件相关的 ATM， 那我们 ATM 有很多的功能，下载行动邮局，那行动邮局里面就有无卡提款的功能，你不用带卡片，带着手机就可以来我们的 ATM 提款。一种爱做 ATM， 嘛是么在多右边，我哩是阿啥子个啦啦哇，在马格林啊这些大个人呢，老阿平么在进来背那么那么多，你最初啊爸爸另外对着什么就是做 ATM 那呀，进来那我看这些是等个进来进来么么人，就不少啦，进来打点么酒，第一就不让不接接轮。中华邮政六五六。啥都做哩什么在那南京，在这里往新埔弄少你。聊天，帮他量血压，然后看他有没有吃药了。而你几点吃药的？由泰雅祈老讨论命名的博拉罕共生照顾劳动合作社，充分展现传统博拉罕互助陪伴的精神。其实我觉得在部落哈，就是有什么就用那个空间或者当地的人事物。那这个其实是日本宅老所的概念，就是大家一起帮忙，因为大家都不会分说。他不是我的个案，他不是我的家人，我就不帮忙。其实大家就是，我们只要有需要帮忙，我们只要抛出一个问题给他们，其实他们就说好，我来。其实我觉得非常的就是感动，就是在这个地方。翻转长照沉重议题，布拉罕如何凝聚部落的力量？请锁定2月2号晚间10点，原观点部落进行式。那个秀林乡第一任乡长，你知道吗？他是行政人谁啊？是吧？林的话，我忘记了。现在他不愿意再谈过去的事，因为他认为过去的事。怎么讲？他没有办法讲。你要再重新挖开这些伤口，对个人来讲，其实情何以堪呢？小孩子那个，我们就这里了。对呀、啊，这里啊。讲台教课就被抓走了，对。当然很在意，他很在意，他一直都很在意，他觉得他也不是，他就从来就不是罪犯的这样的，对。他为什么在山上自杀？有没有自杀？我所听的自杀，可是我没有去看。保密黄点，人人有责，所以在这个架构里面，有很多人是被牺牲的，但是那是活生生、血淋淋在台湾走过的一段历史。租屋看屋时，应注意屋外式热水器是否安装在室外通风处。如热水器装在室内，则需选择有强制排气功能的热水器或电热水器。
可上各地方政府消防局网站查询合格承装业名册，委托承装业者进行安装。最后再次提醒大家，使用热水器的时候一定要保持空气流通，防止瓦斯燃烧不完全，避免一氧化碳中毒的风险哦。假护理在一时算对着把家来租啊，假是安南那亚的2022年端着那么零几两啊啥，都安买来着是农教育内，只能慢慢来租，也让对着假拉面呀，对着假是个转那亚，啥假都租，那就是把对了来着假，那么等等那么慢在跟那人，对着是你不把打乱，那对面就是阿查里先的内间，哎端那么大把一间呢，一把是家里对着假是个转，都阿就那安对着自己呀啥，乌拉嘛把叔叔来租啊，假因你跟侬。Noya Yajina, Ipu Patarvan Tutsu, Aitsa, the Mituza in a Tatalana, Chichinhui, Juru, Vauta, Demajo, Ipu Varu, Varu, Amar Ashu, by a Pataki lap a knock to an Amituzu Mavesia, Semdujota, Toyza, Ja Lami, Ja Insa, Ja Inaya, Penulatanga, Toa, Senemajo.教育，那其实环境教育的面向非常的广，那其中有一个部分呢，就是我们是做，应该是说我们带着孩子，就是希望是从泥巴到嘴巴，对，那我们会带着孩子就是实地的去种植蔬菜，那这个过程里面我们会希望他其实是跟土地是有接触的，因为我们常常说那个泥土的芬芳。但是如果孩子他们没有去接触泥土的话，他其实很难去体会所谓的泥土的芬芳是什么味道。对，所以我们就是带着孩子从耕种开始，那不管是种稻或者是种蔬菜，对，那这个过程呢最后会到餐桌，对，那我们也会希望就是说我们在料理的时候可以选择当令的食材，因为当令的食材它用的农药一定是比较少的，对，那当然我们更希望除了吃农药少的蔬菜以外呢，如果可以选择友善耕作的蔬果，那就是因为我们就不再使用农药，那对这个环境对这个土地是更友善的，所以我们会希望就是大家可以选择友善的食材来使用，会造成不同的伤害，对，所以那我们这里就要找找看，比如说我最麻烦那么多的不那么许多那种啊马鞍在一方啊方啊方，在一只花冠多牡丹啊，在那什么杂志，看点么就啊把住住那了么等啊等啊多那一档啊，我哩那么样啊多一组啊，比侬三门啊，瓦隆尼么就怎么往侬这边哩？那这十年来，就是我们主张跟着节气过生活。那跟着节气过生活呢，就是我们有一个项目是要节气挑食。所谓节气挑食呢，我们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吃当令的食物，那也希望是可以吃当地的食物，当季的食物。幸福的味道是什么？也是这次我们的展览希望给大家知道的啊，就是说虽然我们这次的展场可能看到有关于海的、关于山的，或是关于植物的，那其实呢，我们还有一个很
重要的地方，就是说，哎，我们有很多是餐食的部分。那这餐食呢，我们会希望它是有味道的，有香味的。对，那早上或许大家会从卖场里面会闻到一些香氛的味道，或是精油的味道，那是来自植物给我们的味道。那除了这个以外呢，我们会希望在接近中午的时候，大家可以闻到，这厨房里面飘来了香味，那就是我觉得那个就是一种幸福的味道。啊！最近在家里哭，怎么不喊男们们能啊？想爱抓的麻烦，都这么变得了杂变，把家里里啊娃这些打了那么麻子，把大吉了什么不把答应？啥不如是做这样的嘛？就一年个木梳理，啥把在龙端那么些麻子端一屋一打在龙，侬里面打的杂变了了，个做，这么不不让来抓不把答应的年嘛就，嘛都个里里里里了，这么来啊拉巴子。想来做你做那，你嘛在家里苦恼也真，还做不把答应你嘛咋？嘛哇哩哇哩都做，嘛是做拉不？嘛没事啊，一年个就为就为那拉不，一年个苏里那拉不，这年嘛就一年个农民。那拉个你李万哥，农民说这，因为那农民都一直那那做呀开盆栽，那呢老老开盆栽那呢安达提马桑哎，他们乖，都是那买不油安达马桑，那呢。Suka saja sih nak, nanti mai antak itu ni pahidiwan nai, antak ni pahidiwan nawan nanti, misa tu izip, kapsi tu izip, tangnya paskan yak tu, mai puyuan nai nai, nai kai penayan, hanau, law kai penayan hau, mai nengi law kai penayan, woi, pasalas pamatu law, hanau, wazan nai kalsakal kau itu nazar jenak.Mazumun pasal saya cuma kasih itu, cuma ya siapa yang soalnya, ya cuma nanti kasih tu tajian lah jad, pamu tutus tusuai pasalas niau. Anu nak punya tam tita tu nengiti, apa nayan? Naza so anu ni suka tau, naza so naza tu maita naza, maju sejang nana naza so tu maita nani, naza tu maita nani.Bagaimana nak maka mati tak? No, ya mati tak. Najau satu pasen nanti, pasen so. Nau nih kau yang kau nih suyo cie lo. Selain cuma jadi fusion isin sah kena lain, jadi cua sedang kaya tangga pada enennya maju sa ini aku suri sulin.Pemisah nama sam pasang al ayah isu susu nangan nuaca vilil. Siang hati cina saat salisian nuaya nuan ma izwa an mas lujen an mau ta si putsemul to aju nangan. Kami de cai dong meo da yao o, kami ye meo jiao shui. Kami meo kong qu jiao shui. Dan dou shi kao ziran de, shui ni kan bei chong chi cheng zhe, zhen zhen zhe.Sa tutsa mapitan la tsa vila itsa mamazaya kinalan, patatagi lang ati majota, apaturo to atsa, tsa kriyan to muda, tamalam muda, misaya. Sa pasuso to itsa parusito atsa yan, itsa mamazaya ilizo atsa kakriyan, ula mlang ato ati majo, to inasino la itsa aanan niya majo. To muda man, sa tsalanawakan to itsa tsa inatsavatsavan, ato itsa ajunang naya. Oh, na ika syuesan si taman tsuji tu o.对，学生是自己料理。所以你们有办那时候，如果你们有办活动的时候，你们厨房是热闹。对，我们就会在园区那边煮，会很热闹啊。他们会自己弄，他们自己去采集，然后自己去抓鸡，自己料理。我们只负责带他们去，然后解说给他们听，他们自己会弄。跟学生的课程啊，麻痹号部落希望的饮食方式是对身体是没有负担的，这是无负担的饮食。所以无论在调味料方面或是材料选择，我们都会以新鲜的，在就是自然口味的为主，原型植物的原型。
今天就是煮一些家常菜啊，比较简单一点，没有特别去煮一些很特别的菜，对啊，像自己种的玉米啊。我们今天会有马澳腌猪肉，对，还有三杯鸡，还有蒸鱼，还有青菜，青菜两种三种，对，还有蛋，大概有7到8道菜，对，7、8道菜。它因为青菜都是山上的，所以我们就多煮一煮，大家吃一下，多吃青菜。那肉类大概就是三种。鸡肉、猪肉跟鱼肉。No, anma izwa, anma jaanen, ae temajo pemajuru tua, anen tawa, itu mama zaili, zo asyala jala, ja penuh datanga, zo no ini amataba temajo tua itu gemaluan ni maca, ia asalnya naya.出去这件事情是我们今年第一次的尝试，老实讲。然后，会答应是因为他的活动的主轴跟我们很，就是有搭上啊，应该怎么讲？有配合到我们的餐厅的内容理念跟这个活动的主办单位其实是有关系的。所以我们才答应，就是哦好，我们去试试这样子。对，那为什么会邀请这个十分之一这家餐厅来这边跟我们一起同乐呢？主要是我们觉得这个十分之一这个餐厅，它的理念跟我们见证环境教育基金会的理念非常的吻合。对，那他们的食材都来自部落，然后会选择有机友善的食材。绿餐的6大宣言呢，其实讲的就是在优先采用友善地球的所有的东西，然后包含剩食的处理，包含你的人工添加物的控制等等。那餐厅的理念其实就是完完全全就是他这个6大宣言。那餐厅其实就是希望可以在食，不管是从原料的取得开始，肉品啊，像我们的鱼啊，那海鱼啊，季节海鱼啊，然后它的捕捞方式啊，我们都能够在有意识的状况下是有选择的去挑所谓的友善环境、有序地球的食材。然后主厨在料理的时候呢，他也非常的注重就是添加物的这件事情，他基本上不太多做调味，希望可以呈现食物的原型跟食物的原味这件事。然后还有我们的剩食的处理，那因为边边角角这些东西其实在处理的过程当中一定是会有的，那我们那些剩食怎么去处理，比方说我们拿来熬汤啊，拿来做一些员工餐啊，就是可能自己吃就吃边边角角啦，炖汤啊，炖高汤啊，这些都好。所以其实餐厅就一直都是希望可以走在绿色餐饮的这一条路上，因为毕竟地球就这一个嘛，而且加上其实原住民在整个文化上面，其实它就是敬天敬海嘛，敬大地，所以我们其实在取用的过程当中，其实跟原住民的原本的文化其实是一模一样的。它现在有什么你就是吃什么，现在不应该补什么你就不应该吃什么。所以其实我们是觉得这个整个宣言跟原住民的文化其实是很一致的。这是其实当然不是，就是餐厅每间餐厅的考量。对，那我以前做的餐厅应该基本上没有遇到用友善食材的，对，比较少。那为什么会想要做这件事？觉得应该是看了很多北欧国家的一些介绍，跟那边的主厨他们推的理念，然后也觉得现在的气候变迁、环境的影响越来越严重，所以觉得吃是每个人每天都要做的事情。那也可能是大家最容易从身边开始改善起来的、改变的一个习惯，所以会我们两个就讨论，就会想要做，开始做这件事情。是阿米斯是德鲁古第三运，那么也对着罗莎莎第一生，那么什么在伊卡林古点蛮久，那我妈妈都是阿查里先唔让多内档啊，比么在对着阿三年蛮久嘛不做做。
哎，对，伊嘛在对住啊，西山暖嘛自己，安嘛三年嘛就，那我也巴斯拉，那我也彼得瓦拉呀。我们是安努巴萨祖古因来住，阿玛阿因沙修改呀，那你嘛就啊巴斯马鲁顿那西扎呢。好，我来介绍一下，这个是苏炸五须虾，然后它是我们的新推出的餐点，然后它是来自于嘉义布袋的崔家兄弟，然后它是用海水引进的方式，他们是一个生态的渔场，然后他们都没有放任何的化学杀虫剂，所以这不是西虾哈，它是海水虾。那祖祖特别为了口感呢，我们把那个每一只虾的那个额尖有一个很尖的刺，一只一只都把它剪掉了，所以吃起来会就是口感上会比较好吃一点，所以试试看。我觉得很棒，因为我觉得应该几乎全部的餐厅，可能99.9999%，我们在习惯吃饭的时候不会有这样的不会注意这样的事情。但其实食物怎么来，对我们来说其实应该蛮重要的，就是食安，然后还有环境的关系。所以其实每次到 One Ten 吃饭的时候，就有点像对食材多了解一点。哦，原来蛋有的是有叶酸的，然后调味料有的有加什么，有的没加，然后鱼的捕法也有不一样，像他们的鱼是那个定制渔网，就只会抓大的，那可能我们没有注意的话，就会去吃到一些对环境不是那么好，只是为了我们的口腹之欲。那在这边的话，每次吃饭就多长一点知识，也对自己吃的东西觉得比较安心。对，野菜是阿美族的东西，对，那以前在外婆家蛮常吃野菜，只是我们的料理方式不太一样。对，我们拿来炒的时候还被我妈说，那用炒的好吃吗？这样，但是他就弄得很好吃啊，客人喜欢，我就说有啦，有成功。然后他就是家里面部落的人都觉得很不解，怎么他们怎么敢吃？因为菜有点苦，哎，那带一点苦味，他就觉得这都市人怎么敢？对，怎么会一直每个礼拜都要叫他寄，就觉得怎么会有人想吃这样子？就是想办法把部落的东西推给都市的人嘛，让大家认识一下这个菜这样子。这个是格马兰猪排，好，然后呢，它是来自于宜兰东山乡的宜阳牧场。那这个老板呢，他是用豆渣来养这个猪，所以它没有猪骚味。然后他又是用环保无毒的养法，所以他没有打任何的抗生素，所以他的猪就是肉质上面其实是非常健康，然后也比较好吃的哈。然后旁边那个呢是泰鲁格族的香蕉饭，是我爸爸那边的。然后我就一直觉得路桥就是腌制，后来就是 Carol 介绍给我说，哎，他们原住民都吃新鲜的，这样我说真的假的，我说路桥那么难吃谁要吃啊，然后他就说好，那你吃看看。然后我就觉得哇，这是惊为天人的，非常的好吃，就是它是一个百搭的食物吧，只要跟肉在一起，它不管什么肉都觉得好吃。那这个是脆皮猪，然后是用台湾黑毛猪去烤的，旁边一颗一颗白白那个是鹿桥，那等一下配鹿桥一起吃。那这个新鲜的鹿桥呢是原住民的吃法，吃起来呛呛辣辣的。好，请慢用哟。哎，我们第几次来？10次有没有？应该有吧。我们来很多次，可能有10次这样。然后，他们的食物都很好吃。然后我最喜欢的有前菜的那个脆皮猪，然后还有主菜的烤海鱼，这两个是我觉得最特别的，因为它脆皮猪层次做得很丰富，然后又有配上那个原住民的鹿桥，那个东西很少吃到，很像蒜头，但是味道很特别，很棒。然后它的鱼的话，我觉得品质很好，很新鲜，对。然后烤的方式也很棒，配上那个竹筒饭，特别好吃。在来做啊，长啊，文曼努阿米那家不那间的亚玛亚来做的意思，来多罗啊什么给哥哥，慢慢洗啊洗把盖样来做啊，长啊，多不什么子对做做姑呀，是不杀噜噜嘛，是不骂脏，多阴森你妈就，啥子生活刚刚来做嘛阿无趣了呀，努把做你见对做十六十六间的亚玛就啊，阴森的那间，麻烦来做那么什么子格林姑，是你把咕噜那伊那你杀晕，谁最做不长啊那伊那，谁最做的？不长阿兰，你们就打一脑打。
那这边在对住啊，修白家里格里格里老啊，走路过来不咋，进来也是慢慢咋。如今为哩，再来一阵人来转来，你不巴隆啦，这走路过来打啊，忙接着进来，哎呀，点嘛就麻巴隆。未来我们其实还蛮希望可以透过餐厅的空间去做一些事情的，比方说，这也是因为我们在今年办了一场活动，然后是我们的回游爸的好朋友邀请我们一起加入他们这个活动，因为他们在全省做了非常多场的食育教育这件事，我们觉得透过我们这样子的去说明去介绍，其实大家将来在买鱼的时候或者是在吃东西的时候，他可以有能够有对地球更好的选择等等，其实我觉得这是很有意义的。幸福的味道是什么？幸福的味道就是有人很用心的准备食物，然后他希望你可以吃得安心健康，然后又好吃。我觉得啦，我自己觉得很幸福的时候就是看大家把东西吃光，就是盘子没有剩下任何一滴，就是连酱都给我刮干净的时候，对，我真的觉得这是很感觉很温暖，而且我觉得受大家肯定嘛，所以我觉得那时候还蛮幸福的。一样哎，这么在带火锅，一做做么在阿家啦，咱一做修白阿家哩格哩格哩，然后么是大把零，么把准度修白大阿阿嫩，什么是六十点嘛九，大那么是么在阿这里先阿家啦，咪阿家拉正，阿不是嘛啦嘛啦对做啊，九路份么在带火锅度，一礼拜对做家一那咋吧咋吧那呀，第就不让侬不接结论。在都做哩什么在那南街那少年，在那那新蹦，在这了往少年。秀林乡第一任乡长，你知道吗？他是谁呀？你把林的话忘记了。甚至他不愿意再谈过去的事，因为他认为过去的事怎么讲也没有办法讲。你要再重新挖开这些伤口，对个人来讲，其实情何以堪呢？小孩子那时候我们就在这里了，对呀，他还在讲台教课就被抓走了，对。当然很在意，他很在意，他一直都很在意，他觉得他也不是，他就从来就不是罪犯的，这样的，对。他为什么在山上自杀？有没有自杀？我所听的自杀，可是我没有去看。保密黄点，人人有责，所以在这个架构里面，有很多人是被牺牲的，但是那是活生生、血淋淋。在台湾走过的一段历史的历程，我们深知祝福的意义，大包小包是希望你在乎的他能健康平安，不多说话是希望每个重要任务都能顺利达成，专注眼前是希望满载而归的永远是初心，驻足赏灯是希望一切都要越来越好，给世界的祝福。2023台湾灯会在台北。我觉得每一次剪头发，让我的感觉就是被需要的感觉很棒。有时候会觉得我来意剪，可是其实我在他们的身上有时候得到更多东西。等下你的胡子摸一个，好像感谢我。我是一位发型师，我很喜欢到部落帮老人家剪头发。我在义剪的时候，一开始就是爬山的关系，然后剪了，今年是第四年，在平地部落差不多两年多。我在独食，它是一个工作，但我在这边剪头发，我觉得是很开心的剪头发，把一个头发很乱的人，然后帮他剪完，他看到镜子的那一刹那，我觉得这个成就感让我可以持续很久。创造一个被需要的感觉真的很幸福。圆文会制作了一系列的优质节目与艺文活动，期待你的认同与支持，借个手支持一下。加入圆文会之友，用行动创造更多感动。
sa cha pa tsana le tso na ma tsa ko te tsa ven ka tsa ma li ini na na la bala ti ma ju ai to a ini sa ma sa tsa ven ka tsa ma ban shi a to tso i dai tsa cha shi a sa ma li ji ma ju ti ma ju noi ji ma ban ti ku wei fan na ma ban na ila lai lai nga no ta noi zai ma zai hi to to a wei xiao guan huai xie hui to tso lo ai to a ma tsa ko ti ma ju a zi mu ga sa ma na to nan man man nga a le mi ma ma ban shi a shi pa tsa pil to tso ila lu ma le ma no ma arab ti ma ju to cha la sai guan i ma zai tai wan to tso Najmajista in pizza, Zimuga Zuga, I to the Kuwe fan, Jinna Ravata, Zimuga, Toyta Pinatuna, Nimajua, Tau Tau, Ananman Mananga, Sam Martimali Malia, Hula Vasluja Nimajus, I doita Vin Katanota, Mamisha Leta Dinugan and Noaya, Nama Arab Tutsu, Toytsu, Atela Saiguan to Zimuga, Imanza I Taiwan Tutsu. Kaishin, when quite la, what the Wa Hua Kui Water.第一名，然后拿去外面给人家看，然后拍照，欣赏我的作品，大家会鼓励我。马萨马列列娜巴祖祖南马文西亚马列列娜达是巴赞尼马久。韦凡在他的创作上有很多创意跟想法，但是他不知道怎么把它结合在一起。我觉得我给他的方向就是指引他。指引他一个方向，他就会知道啊，我要把我的什么东西放在一起。因为我不大喜欢让他看东西画，会影响他的那个创意。因为他真的很厉害，我觉得他会画画是他个人的天赋，而且我不想要阻止他的创意。哎，做习惯多不叫啦，字母噶嘛不准，比嘛只多是不阿赞。我们是啊，来做啊，关怀协会都做，最做几个过也不发弄多，不叫来做啊，把新标改多进入干你嘛就。我们是希望未来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帮伟凡办一个画展。我们单位其实有很多孩子也是很会绘画，那我们希望能够透过就是绘画的课程啊，去发掘他们的一些绘画的能力，然后也可以透过他们的画作的作品，可以收集他们的作品，然后去开发更多的周边商品。一段那么巴鲁雷爪协会多，乌拉加九鲁瓦巴尊对着伊萨穆拉诺加格格列纳亚，萨马阿亚巴布比佐的加马就，乌拉加塞古瓦伊布瓦隆，爱爪伊拉拉因对爪圣萨南啊，伊们在阿萨瓦纳亚伊尼布瓦隆。第九波浪那把结结论。十来则是一部生生三暖，西湖都做来做九六五啊，加马做做，我是马吉那人啊，一部生生啊那呀，哎，这么在许多跟西湖大马西大109年那把大吉，对做啊劳动大学读出啥，为了马那点嘛就多证照，啥是阿马九六，阿是伊们对做生生啊那妈妈在一吉那人，哎点嘛就啊多么咯。那也让很多新手妈咪呢，可以好好的来坐月子。都最嘛在许多啊，劳动大学的111年多，主要是不久了啊，在为了那么领奖，爸妈在对着就是一万多生生案，领奖的对着马个爹工龄案，一多乱来着叫马个做做梦都做，啥爸妈在打对嘛在许多，哎多九六五啊，木马古马呀，最早打啊工龄案对做稳定对做啊嘛啊，许个机啊用个工人哎呀，慢慢老打来着古板那一部瓦龙，因为阿明都早打嘛比得了早，为了最早是。把走路走路爱上不来，你妈叫大多，工人对嘴上个么领导叫破了，哎呀，他妈叫一步发动。经济没有那么宽裕的话，你可以考虑找月嫂啊。可是我们原住民对月嫂的认知好像不是很认同，所以我希望透过我，因为我在慢慢的把自己推销出去。因为我们要做这一行的话，其实证照。要考蛮多张的，光飞机的话，我们现在目前就有在，开班训练学员，至少先考到基本级。那我们真正农喷的话，其实要考到3张。在那座劳动大学，他一直做那么多做，想那个领导把西京多么啊证照，那么也对做西京对做么啊多拉乖呀，对做乌拉乌拉啦吉嘎呀呀，啊对做把叫啦格莫诺，所以做么沙列里啊把印尼多罗尼亚马就把叫了那个多斯把叫一代马列鲁沙波罗卡那一扎比。我们都知道现在科技知识进步的很快，半衰期越来越短，所以只有一门学科或者是一个领域都是很不足的。不管是你在你原本的职场要提升你的职能，现在流行中高龄的就业，
我们都希望扮演这样的一个一个职能的一个推动角色。在那么多劳动大学呢，也爱多我们个领队做，无论生生生的这些大个人，对做一只管多人们们人啊，按按路来当啊呀，所以是加入对做，都做啊几代啊，麻烦人啊电脑就是六十六件，什么爱点嘛就一百八两子对做，一年做人对做啊，无论生生人，第一就不让不接结论。在列子们在很多间时候，那不少来自对做民间对做合作社，慢慢在以阿在里西安对把家来做什么巴苏巴苏内间的做，我哩是蛮那要打点嘛就啊不少来自对做是乌拉鲁子做对做，慢在对客运合作社哦大厦，列子们在以泰乌乡努爱做马拉加格拉格老大，马里不怎么点嘛就为什么个个我哩是阿毛阿卡拉巴兹。最近在许多啊，幸福八十二点零啊，不发路发路，我们都做伊嘛在伊太乌乡那呀，现在早带伊嘛在乌拉路子都做嘛啦合作社，阿拉民间的对做啊，那山比巴巴巴巴苏巴苏，上上山都做一种爱做啊，新泥巴呀，干啥子都做，慢慢写啊，爱做慢慢在多芝麻加多乌拉路拉吉那单，我来在早带幸福八十二十六点那呀。屏东县政府基于这个公路法的一个修正，然后呢？啊，来立足这个交通平权的原乡、偏乡的一些过去客运业者所没有办法到达的这种幸福巴士，来让我们可以啊无远佛界的，甚至来真正履行行的正义的交通平权。为了要实现我们政府所谓照顾偏乡行的正义这样一个政策，我们认为在偏乡提供适度的一个。交通的一个协助是必要，而且是政府应该做的责任。对嘛，在以太乌乡读书啊，马拉加文字啊，一转为多罗啊，对着这些大家认为不怎么啦什么哩做，一转诺是格里对着把阿发发完，而且为了没不发弄哩做这些大家人呢也读书，一转一转嘛在以太乌社区读书啊，比方话对着啊，马拉一帮阿帮阿帮阿达啊什么马扎呀，而且读书嘛在许多西巴山九六哩哩做啊，伊尼不发弄呢，九六五二民间对着巴苏巴苏支持我们，那我们这个幸福巴士。能够长长久久的营业，除了这个医疗之外，也有这样的一个其他的这样的一个接驳哈，确实让我们整个泰武乡有关交通这个网路非常非常的绵密。在一种阿巴杰伦多，就来带入沙波罗塞扎乌拉班阿白苏谢列林对做阿民吉对做巴苏巴苏阿对做马拉阿多里布赞那亚，在乌拉玛阿亚姆纳久鲁来做这些阿达卡拉纳斯姆鲁对做巴阿瓦巴班，那吉布来做金西霍，努杰维里加拉那西布巴隆阿马桑达尔，还做阿西尼泰拉吉纳勒那亚沙，那尤毛马里来做阿巴祖甘萨乌拉玛阿亚马克林阿马桑达尔这些阿达卡拉多阿巴阿瓦巴班。第一就不让把姐姐论。哎，最近在屏东大学读书，一直做一部分的瓦隆爹妈就对着十八那拉古，对着那是阿扎里县。啥时候来来做嘛？阿家文教大师马吉那来那边一把，应对着家命令命令阿那呀，读做来做是文阿里的家文字读书，那爸妈在对着巴布里瓦爹妈就是嘛，卡布鲁萨上拉古里什么，接着是妈妈在伊文阿里把是马拉多这些阿达个人。想要看的都可以到万家部落的。一直在新南拉古伦内做啊，屏东大学读书啊，巴加来做啊，巴布里瓦伊翁阿里达呀，那么做对做啊，加文字读书啊，是妈妈在伊云南人啊，巴斯马拉对做啊，加马加拉拉加拉马里马林读书，巴马在对做啊，米里米林啊，对云南人的诺呀，一直做是尼巴德米对做啊，马拉卡通啊，动画呀，啥是巴巴尊啊，是啥拉古伦读书。尝试用我曾经学过的设计，然后去跟我们学校的系外的别系的姐姐一起去学习，说怎么去用这些绘本里面的题材去呈现出来。对青年的话会有很大的动力，因为其实在文化这一方面其实每个人都知道，但不知道它真正的含义是什么。所以为什么会制作这个绘本，是因为想要让大家知道说不是只有送芹菜，是送芹菜它真正的意思是什么。所以来自新南南拉古拉巴布里瓦伊翁阿里的诺亚马巴来自阿加文字伊多罗多大一个古都族爹妈就那吉马鲁那什么马在伊那那伊巴达萨三文字伊萨萨那亚伊尼马就对做拉古勒都族马米西亚马卡丁阿西巴斯鲁就对做妈妈在云南人啊，这是命令命令啊那呀。
Oh, miling-milingan na, tatya miling-milingan na si Tuayan na normal malang. Sa, abanadwa si, idwano suwa si Arbarbatsanwa na niya majusa, Pinarbanarabatatiya majusa. 包括他的学习，把那个文化的营养跟养分跟知识跟灵魂把它找回来，让他真正的成为像我们一样像你们一样的原住民。在什么了都做啊，这个歌啊，把什么了都叫文字啊，什么的拉歌了文字对做啊，每里每里啊，那妈妈在跟他练，什么这位哩，那么还要他爹妈教他，也是奥拉妈妈在跟他练，对做叫不奈为万能的呀。第一就不让不叫结论。在都做哩，在罗马在加新蒙，你在做加西法达，你在做加蒙代，马卡蒂只能把电话打0800-581-600，马萨鲁多苏皮纳只能打加一个，我来只能不打了不啦，只只蒙加不哩。你想要唱给谁听？那妈妈的族语名字是什么？忘记。不可能，你妈妈的名字忘记了。这首歌想要献给我的妈妈跟女儿。第一次我要唱这首歌的时候唱不出来，来宾点唱这一首。不愿被当宠物，宁愿变成怪物。啊，早安！你现在收看的的确是什么奈我们的歌。哎，拉拉，现在是什么状况？如果你不会唱这首歌曲，你就不要拿麦克风了。费玉清之类，哎，对，你想象你是费玉清，然后结合大雄的感觉。成长地球有没有？解恨国企，这样就好了，真的。我们见好就收。就是那一年的变化对我来讲还蛮大的。怎么说？这个退伍金瞬间80万就没有了。每周六晚间9点，敬请锁定原视16频道《什么奈我们的歌》。就是陪伴他聊天，帮他量血压，然后看他有没有吃药了。而你几点吃药的？由泰雅祈老讨论命名的博拉罕共生照顾劳动合作社，充分展现传统博拉罕互助陪伴的精神。其实我觉得在部落哈，就是有什么就用那个空间或者当地的人事物。那这个其实是日本宅老所的概念，就是大家一起帮忙，因为大家都不会分说。他不是我的个案，他不是我的家人，我就不帮忙。其实大家就是，我们只要有需要，有需要帮忙，我们只要抛出一个问题给他们，其实他们就说好，我来。其实我觉得非常的就是感动，就是在这个地方。翻转长照沉重议题，布拉罕如何凝聚部落的力量？请锁定2月2号晚间10点，原观点部落进行式。想起的瞬间，突然想起你的脸，说的话残留耳边，舍不得肚子的泪，多想陪在你身边，唱你爱听的音乐，写够王子的舞会，却期待勇士出现。Girl， 在我脑海里面，关于你的词汇我慢慢浮现。So， 爱上你的美，嘴巴说着还没，但是行为不对。Then， 发现你的美。无法克制，既不看你一眼。Jesus， what can I do？ 着迷他的舞姿，我被制服。Oh then， 希望夜晚宁静，听你说着话。话筒另一头的声音，美得像音乐播放。歌词写到这，才发现我何时变得浮夸。妄想自己能弹吉他，一边弹琴一边说情话。搞什么？睡不着，心情总是乱糟糟。想知道现在的你是否有吃饱睡好？看着你哪怕一秒，自动锁定不视角。这时候我才想起，这是恋爱的味道。